道到那个西霍尼，现在开始爬坡。这边山比较高啊，是在云南的地界了，现在已经路也那个坡也比较陡。这里又有一道啊，小敏在这里提醒管大卡友，谋定到广东段，如果说超高的车辆的话，就不要往这边来了，超高就过不了。